Hello. Hello. Thank you. How are you? Very well, thank you, Master. How are you? I'm good. Is not too cold for the retreat? It was a little bit cold last night, but today was very, very good. Okay. Yesterday was a lot of wind. Yeah, today is better, huh? Yes. Okay, I'm going to speak Chinese now. Okay. Hey, 大家好。昨天风很大，还是会来打禅哈。昨天比较惨哈。今天好一点哈，今天温暖吗？好 OK。我是对你们那么诚心的那个程度非常感动，骄傲，所以今天还是想办法跟你们沟通一下。没那么容易啦，我工作很多，昨天风很大哈，那边呢？那我住的地方风很大，你们那边呢？还好啊，啊，哎，那边风水好哎，所以几十年的还存在，嗯，在我住这边那个一个小岛，一个山洞的小岛，还是不错了，风水很好，风很多，然后四周围都是水。所以风冲水满了 冲满，因为我住这个山洞啊，有两个门啊，所谓的门啊，都是面对的，所以那个风啊，它很自由自在冲过去。我跟他们说这个是风的那个高速公路，wind highway， 所以才说这边风很冲，水很满。所以风水很充满，风水很好，风水很好，就是因此这个意思了。呀、这边风水真的很好，那个山洞啊，说有两个门，不过不是真的门，是两个空洞而已。所以那个风啊，它很自在啊，进来拜访，然后出去，进来出去，这样很自由自在。而且那个也有多两个洞当所谓的窗户，也没有什么盖起来的，所以风也是很自由自在，要进来那个大门就进来，要进来从窗户也可以，四方方面都可以随便进驻了啊。然后水的话，当然四周围都水啊，因为是一个岛嘛，小岛四周围都是水。然后下雨天的话，哦，水是从那个屋顶也是滴下来很多，所以风水都很充满了。也许可以在那边洗澡的，根本不用带水进来。要洗澡的话，也可以在那个漏水那个地方啊，要的话也很方便啊。所以有时候风水很好。事实上辛苦一点也是对自己修行不错了。像我今天哈、好几个礼拜都是用擦的，没办法洗澡，没办法洗头发什么的，因为忙太忙了，新的地方，然后又忙处理很多别的事情，就没空。今天能够洗澡哈，洗头发哈，然后剪指甲哈，哇，觉得生活很舒服。我也想到你们会蛮同情的，也许你们每天也是这样那么忙，就是我们忙不同，是否忙的世界大同，你们也是忙的世界，不过自己的世界啊，没关系，我们都很忙，都大家同情了。而且我今天觉得对自己不管什么情况还是比很多人好了。
这个岛是蛮新的，三十年而已才存在，以前没有。我能够在这边有电话跟你们沟通，已经非常舒服，觉得很有福气了，很舒服了。不然的话，那这边有时候这个叫什么手提电话，它功能也不大很清楚啊。想工作就工作，不想了就不想，都不工作。 然后，当然山东的住比较没有那么舒适了，不过我们生活钱少一点也够了，够用了，比很多人好，而且我们缺少一点物质的方面，就会多一点那个爱心啊，多一点同情心啊，给别的更。 困苦的，所以缺少物质的方面，面对不好的东西，面对不好的那个情况，看我们怎么看法，就是任何情况，多数都会好的。今天看到那个我们 SMTV嘛， 有一些新闻呢，他说有一些劳动的人呢，老公的，他们每天起来很早。 过去那个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排队的，工作部的那些地方，为了等工作，有时候没有，所以这些工人呢，非常可怜的。如果没有工作的话，就没钱了。你们知道哈？知道。所以如果有请工人来替你们工作的话，你们多慷慨，给他们多一点小费。师傅常都是这样子做的。 因为他们不是常常能够有工作，我们也不能常常有机会帮助他们，哈。是。所以不管我们怎么样，有工作有一个地方可以躲雨躲风，已经很好的。OK，我们辛苦一点才能够同情别人，比我们运气小的。 我不是说你们应该要当贫穷人，不是，不是哎，我意思说我们情况怎么样，多缺少怎么样，还是比很多人好，了解吗？主要就是要修行的，认真的，然后我们回自己的真正的家，才是，真正的永久不忧无虑，永久快乐。好了。 我就跟你们说几句那个问安而已，然后祝福你们修行，每天进步，然后有空就去打禅这样子。我不能常常来看你们了，OK？ 以后啦，以后也许新的地方好了，就可以过来，比较舒服一点。 他们现在在修理，而且都弄一些大的棚帐啊。以后如果人不多的话，那个房子就够了。本来存在很多房子嘛，OK， 也不是很多，不过可以容纳两三千人了。就是下雨的时候、冷的时候就不够，人多的时候不够。 人多上那个圣诞节的时候不够，不过现在他们想办法弄一些膨胀起来了，然后也许这样就会好。大家要忍耐等待哈。好。师傅在不在也没关系，是师傅永久在你们身边的。 我们是肉体隔开而已啦，爱心啊，灵性啊，永久不会隔开，知道哈？知道。OK， 那你们回去好好继续修行，带这个灵性的修行的福报回家，也会影响好家庭，带来好运，还有带来好的灵性的气氛。给家人跟那个四周围的，我们能。
影响好多少就多少啊，他达禅都是有功德的，都有进步的，是吗？是。你们都有体验得到哈？是。对，所以才那么常来达禅呢、啊。师父那个身体在不在？你们还是继续达禅，这样是对了。我对你们骄傲，嗯。那个新的地方，他们跟我说好像还有两三个月的，所以还是继续在西湖好了。好，如果嫌太冷的话，高雄也可以啊，师傅也有在那边一阵子嘛。 OK， 好，哪里都是你们的家的，反正在这个地球这些家是最好的，然后回去那个自己的故乡啊，在天堂上当然是更好，嗯。你们继续努力诚心做好人，一定师父会带你们去那个新造出来那个天堂。那边比任何的那个天堂都辉煌美丽快乐的，嗯。OK， 就是这样了啊，让你们去，吃饭，然后回家休息，不让家人等太久了。OK， 还有 bus 什么的啊 ，OK， 嗯。You're welcome， 嗯，也许过年见 ，OK。Everybody wants to say to take care of Master. Yeah, I do take care. Very good. Yeah. No problem. Over here, feng shui is good. Feng means wind is very, very big. And shui means water is all over around me. Yeah, no problem. We say feng shui good. We're happy to hear that, Master. Yeah, you're happy. Good. I'm happy that you're happy. Thank you. All right. So long for now, everybody. 再见啦，大家小孩子，好的孩子，再见。I love you. I love you. 我爱你们，真的爱你们。我们爱你。See you soon. I hope New Year. Okay. You're always with us, Master. Yeah, of course, of course. Thank you. You know that, and it's good. It's good. Yes. Okay. Ciao. Okay. Ciao.Love, love, love. 上帝保佑。God bless you. Thank you.